inside. Minzo. Calpeo. Fontuna. 姐妹们，从《黑白爸爸》的第一任老婆杰里，在新剧里变身黑白老公吗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是一部青春暗恋、我满眼爱上直男的心碎故事。高中生的怦然心动，青春期的躁动不安，想象的美好却在现实的冰冷中被打碎，被沉入心海，再无生机。赖凡和杰里是游泳池的好朋友们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。这天赖凡准备正在游泳的杰里一起回家，而他自己根本没下水，因为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，那就是他喜欢杰里，这个他最好的朋友。在这个闭锁的空间里和他一起游泳，对他来说是一种煎熬，他渐渐没法呼吸了，特别是偶尔脱轨好友的行为让他很难控制。所以当杰里问他退水的原因，他胡乱找了很多借口。 Come on, I can do it. 可是你有了吗？好的，你有激动吗？这是我对老名单，好不好？你有体验了里面的风景，而且还有臭味道。这片海是他灵魂深处的栖息之地，每当要窒息或压抑痛苦的时候，都会来这里找回自己。他带着自己的好友兼暗恋对象来到了这片海，来到最后一块净土，他对他没有保留，愿意全身心的奉上。I did happen.Three, maybe it was a high door. Five. 然而，每当意识年轻的时候，对杰里的思念也会像海水一样淹没包围他。他无数次幻想两人在床上翻滚神龙入眠的画面，但每次结束都又被窥视，被发现了惶恐。今天中午，同学正在午休，发题改完同学们的作业，打算去办公室交给老师，却意外发现杰里在和人争吵。第六感告诉他，真相意识会让自己痛苦，可他还是没能控制住，跟了上去。眼前的一幕，他几乎每个深夜都会幻想，而现在就在自己眼前发生。他是和另一个女生，他激动还是痛苦？